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起跳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就是我们1201集的节目啊。今天的话呢，持续跟大家分享地出系列的一个 V 级的玩具啊，这个 Starscream 天王星，或者大陆朋友叫它红蜘蛛，那香港的朋友好像称呼它为星吼还是星星叫啊。那大家可能都会忘记，其实它也是狂派的空军的总指挥官。其实这张插图有把它的一个整个气势是有画出来的一个指挥部队前进，对，十四妹，对不对？那这款玩具的话，我对它的期待度呢是比较高，但是呢当时看到这个图的时候呢，看到这个肚子侧边这个洞啊，不禁有一点点小小的紧张了一下，是怎么回事？然后对于它这个脚侧边啊这个形象的话呢，不禁呢让我去联想到一个家伙，这个是经典系列里头啊，这个部件是在腿的旁边啊。那实际上的话呢，我们就直截了当的先给这个做一些简单的对比了啊。经典系列的话呢，不小心散架了啊。这个我们三个呢做一个也不能讲时代的对比了啊。那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呢，这两个的一个身上的结构包括基本的体型都是非常接近的。如果你要拿这个地出跟围城比的话呢，其实这两个的一个身形，你看在这个腰部的一个部分，它的一个比较接近于是一个水桶腰，对，就是没有一个收的一个非常明显。经典系列还有稍微收一些。那你要以腰身的话呢，反而是围城系列的这一款的这个以现在这种，如果你要讲花美男体型的话呢，这一款是比较接近于现在的审美的。而这一款的话，今天要跟大家做的这个地出系列呢，就真的也有网友讲到是属于一个经典系列的一个放大加小改模啊。实际上玩过之后呢，好像真的是这样子。这两个家伙呢，你硬要相比的话呢，我会比较喜欢这一款围城系列的。那么它的一个变形也好，可动度也好，造型也好，可能也是造型比较新鲜的，它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外形载具啊。而这款这个红蜘蛛的话呢，就是 Starscream 的话呢，是已经比较多的这个，不管是小比例也好，或是 MP 级别也好啊，都是做过这个造型，可能看得比较腻啊，这多少都会有一点影响啦。包括它的这个顺便就提一下这里吧啊，这一款啊，这里是有个裙角是往上提啊，拿这个脚的话就可以往前提。但这个裙角往前面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美观度的话啊，你要跟围城的这个比的话，其实围城这个是不是感觉比较利落一点，对不对？感觉上啊，这样形容吧，这个是穿一个合身的短裤，那这是穿迷你裙的感觉啊。当然是穿短裤的时候呢，行动比较方便啊。那很可惜，我们的这个 Starscream 呢，又不是妹子啊，所以她穿迷你裙，即使这样掀起来看呢，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好性感的吧。所以呢，严格来说，这两款玩具，如果你要我推荐你先二选一买谁的话呢？如果你不是很在意说载具一定要地球形态的话，我会推荐你呢入围城的这一款，而且它现在的价格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低。那话要说回来啊，这个也由于它是一个外星载具的关系吧啊，所以它在一个设计上呢是会比较简单的。如果你玩变形金刚比较多年的朋友呢，你应该都能理解这一点啊。你这个载具呢一旦呢被限制在地球的形象的时候呢，就真的是会比较有多的一个局限性。那我们就再回到经典系列的这一款啊，你看到侧边的话，这里一样是属于一个比较空洞的状态，这个设计的一个理念都比较接近的。后方这个飞机的这个头部就挂来这里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接近了啊。那我们实际上来讲呢，好像把它平的一文不值还怎么样但是你知道这个人世间啊，这个不是好跟坏啊，不是看一个时间点啊，你要去把这个时间的话呢做一个纵和横的一个比较。这几年来的一个官方的 Voyage Class 的话呢，这一款已经算是比较好了。只不过呢，这个围城系列的这一款啊，这个当时我对它赞誉有加的这个，你等于是你只能说是遇到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啊，所以你就显得有点劣势啊。就像看过我之后呢，再去看其他的男生，你都会觉得他们实在是，对不对？那你能理解就好了啊，这都是一个相对的比较之后呢才会有所伤害。那我们就看一下他的玩具的细节了。首先是他的一个头雕，还是一如既往的帅。那讲到头雕，我也忍不住把这个，其实两款的头雕都帅。那以细节来讲的话呢，这一次的细节整体细节是有减少的。你看头部上是一个光滑的，应该会反光的这个面，但是之前的这个围城系列的话呢，你看它上面的话很明显的一个细节部分啊，会增加的非常的多。
啊，顺便提一下，有人问说，上次我这一款不是这个整个都涂上死亡圣线吗？为什么这个拿出来之后没有死亡圣线呢？我再买一个就有了嘛？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有什么好问的呢？那我之前那个圣线呢去哪里呢？就有网友出钱把它买走了嘛？对，所以证明了一件事情啊，这个如果人长得帅的话呢，还是有很多好处的啊。我是说这个玩具长得帅哈，你即使涂烂了还是很多人买啊，我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你是想另外一个意思，我也是可以勉强接受了啊。好了，继续回到这个玩具，它的一个这个飞机这个肩上这个部分啊，这一代的造型的话，就强烈的会给人感觉是经典系列的这个造型，这个角度线条，越看你会发现它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像。然后胸口的话呢，我喜欢这一个部件啊，这里有一个米白色的部件这样包过来，让这个胸口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立体感。然后呢，在原本经典系列呢，它是有一个这个有个起落一个轮子的一个起落的一个部分，但这一款是 V 级啊，但是却没有 Deluxe 等级的一个结构了。手臂的话呢，360度的转动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啊，而也很高兴的呢，它依然呢是没有使用球形关节啊，是使用多重的关节。那头胶的部分这一款还算是比较表现比较好一点的，然后肩部的两侧的这个奶射线啊不会影响到它的一个可动，你完全平举的情况下呢，基本上是不会干涉到的啊。这个枪的长度呢，是恰到好处的啊。当然我知道，有人喜欢大型兵器啊，但实际上你要看状况来用啊。胸口的话呢，这边这个红色的话呢，因为它，应该是在这个这种白米白色的上面去涂装的，所以它的这个地方反射的光泽啊，相当的不赖啊。这里对不对？感觉好像合金部件啊。但其实它并不是啊，这个用手去摸呢，发现它是有温度的塑胶啊，所以就没有那么样的，没有那么样的一个重啊。这玩具本身重量其实也还好，我觉得比起那一款这个吊车的话，这个还算可以。那腰的话是不能动啊，腰身无法动啊，这比较可惜啊。这个输给围城可能就输得多到这里了。再是这个刚提过这个裙甲的部分啊。它属于迷你裙式的一个设计啊，而不是像这个围城的是一个像类似于是直接短裤的一个设计。外摆内收的话呢，是在上面这里啊，是在上面这里啊，非常上面，而不是在这里啊。我一开始也尝试掰一下，发现并不是啊。膝盖的话呢可以弯，大概是90度的一个造型。脚踝的话呢有一个接地，然后这个侧边这个翅膀啊，好像是没有办法，没有一个可以固定的一个点啊，就是平常也是比较紧啊，就能放着就可以了。脚的话呢，这个脚尖跟脚后跟可以稍微动一下。那整体的细节的话呢，各位也看到了啊，跟围城比起来的话，这个细节是，可能是比较恰到好处了，比较恰到好处。那我刚一开始的话呢，我都是把它的这个奶射线的话呢是拿在手上啊。其实它这个拿在手上，我觉得也是挺帅气的，有一个开枪的一个感觉也是蛮帅的。那它这个手的话呢，是有一个这个变形的时候是可以往上抬一点。啊，所以它这个有一个，如果你要借位啊或怎么样，其实也是有下垂了，真糟糕啊！这么快啊，才秀出来一下就下垂了啊！这个不是我故意要开车，是这个玩具想要开车啊！对，这个我只是随机应变而已。拳头无法转啊，这个也是比较，好吧，你如果跟围城比，你会发现它确实是整体来说的诚意度是略逊于围城了啊，略逊于围城。那我们的话呢，就给各位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其实是蛮行云流水的啦，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啊，毕竟经典系列的一个设计是非常到位的，所以这一款玩具是也不差。那我第一个先展示一下这个手臂的变形啊，这个说明书上面的那个讲解的步骤真的是让我就是很看不懂啊，很看不懂，非常的看不懂。那其实它的变形就是很简单，你这个往上推之后呢，把上面这一块翻起来，记得这个角度翻起来，那关键会让人家搞不清楚怎么变呢，就是因为它这一块部件啊，这一块白色这个凸啊，它这个凸本身是可以这样子动啊，那因为它可以动啊，所以你这个掰开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你会想到这个可以动，你是不是要把它转一下，其实它不要转，就直接把它掰开就可以了，这个掰开这个白色这个凸的把它摆在前面就可以了，再来就把这个手臂的话从这里直接往后面退回去，往后退的时候呢，这个部件稍微往上抬一点，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白色的凸啊穿过，从这个洞里面穿出来了，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变形嘛。你这样子推过来，你看到没有？这个白色的凸要从这个洞里头穿出来，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拳头就摆到上面去，就是让那个白色这个凸啊露出来，摆成这样就行了。这个说明书的那个
我真的是哦，真的是被他摆了一道，我就看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啊，就这样子往后推，然后呢，这个往上面盖上来，OK，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而已啦，并没有特别的困难。再来是把这一个胸口给打开啊，胸口一打开的话呢，它靠的是这个地方去卡住啊，这个地方去卡住啊。那这个时候就左右稍微搓一下啊，就可以先解开一边啊，再解开另外一边啊，这个。OK，我技术比较不好，要两根手指头来解得开啊。技术好的话是单手就可以解开了啊。还有，我们这个时候呢，把这整个身体这个部件往后面翻过来，翻开之后呢，把这个部件整个挑起来，挑起来之后呢，往上面抬起来啊，这里直接的往上面升上去。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先旋转这个部件，旋转之后呢，你把它往上推上来，你就会发现啊，这个地方。OK， 就刚好可以密合上去了。头部的话呢，一样是利用这个双动关节这样包过来。那我先提一下好了啊，这一块部件啊，你注意它，这是一个连接杆，对不对？连接杆的话，你这样子包过来啊，这里把它扣上去啊。我告诉你，你变完之后呢，拿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哎，这里是不是起落架？你又在那边扣了半天，扣不出来。对，它不是起落架啊。这个有个笨蛋就以为，哎，变的时候知道是个连接杆，变完之后就忘记它是连接杆了啊。千万不要跟那个笨蛋一样啊。我跟他还蛮熟的了啊，然后呢，这两手的话呢，就往内缩进来，再把这个部件呢给扣回去。那一样是扣回原来的一个地方啊，这里一样是一个靠这里去把它给卡上去的一个结构，两侧都是一样的啊。我们把它往上面扣上来，哎，怎么推不上去啊？这边 OK， 扣上去了啊，这里也是一样的。OK， 扣进去了啊，这边里面就把它给塞进去了。再来就剩下腿部的变形了，腿部的变形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啊。我们先把后面这个地方变好，好了，这个脚后跟啊，这个推到脚后跟是往上面推啊，往上面这样子密合，两个密合，然后呢把这块部件转过来，这里有一个斜斜的一个缝，这里面有个凸，这样扣上去，看了就知道了。这个侧边的水平尾翼呢，再给放下来，这样子放下来。然后两腿呢往上面缩，那么呢在经典系列呢是直接往上推就可以了，但是这一款的话呢是必须把这个两腿给打开啊，这样子变形我是觉得这个是比经典系列我觉得要好一点，那个直接往上推啊，这种变形方式呢我是觉得比较怕推多了之后呢就是推啊那个就松啊，所以这个还是有多一个打开的机制呢再来做一个合并啊，这种设计可能我是觉得比较好一点。这样子扣上去，然后呢，这个把这个裙甲这个部分给掀开来，我们让这两片部件扣上去之后呢，再把这个裙甲给压下来。那裙甲跟这两片膝盖的部件呢是没有一个结合卡扣的。那最后就是把这个翅膀放下来了啊，这里做一个小小一个凸啊，上面也有一个凸根啊。那这个地方的话呢，都是要用一点点小小的一个塑胶的韧性啊，左右稍微扭一下呢啊，就可以顺势的把它给扣进去了。那这个是可以拔掉的啊，拔一次给各位看好了，是这样子啊。对，所以它本身是有一个弹性的一个空间公差是给我们使用的。OK， 那么以一个载具的话呢，目前就算变形完成，最后就是把这个好，这个缆车线装上去。非常可惜，它确实就这样了，它已经真的是没有起落架了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一个低出系列 Voyage Class 的。天王星从机器人到一台这个 F-15 吧， F-15 战斗机的一个变形过程了。那我想我就顺便加码一下，我们也那个示范一下这款经典系列的一个变形好了，你会发现他们的一个变形有如此的一个相似之处啊。首先它这个拳头收进去的话是更加的一个简单一点啊，直接的翻进去啊就可以了。那一样是把这个胸口这个部分呢是直接是整片给打开，然后呢一样是将胸腹的这一块这个飞机头这个部分呢给挑出来，直接的把它往上面翻出来。那翻上来的时候呢，一样是有一个旋转的一个角度，一样是旋转的一个角度，旋转过来之后啊，也是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个扣上，然后呢这块部件呢飞机的这个头部呢也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变形方式啊，这样子过来，然后呢到这边给它等一下做一个密合上去 ，OK， 这边就完成了。那腿部的话呢，是这个是更加的简单了啊。脚的话是直接往上面翻，然后呢，两腿的话呢，你可以先合并啊，你也可以先合并，然后再直接的往上推啊，直接就推到定位了。再来是这个侧边这个飞机的这个尾翼的部分呢，垂直尾翼跟水平尾翼的部分，如此这般。啊，这里的话是有一个凸杠的一个结合了，但是我手上这一款的话，我是觉得好像扣不太到位啊，它中间还是会有一个缝啊，但是它这款很紧啊，我这款是当时是收的一个二手，还是非常紧的。
然后这里的部分的话，就是把这个手臂啊直接往内啊就翻折进来。这个你看，这思路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地方再安上去，飞机的一个翅膀啊往下面翻下来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是属于经典，应该是 2.0 时代的一个Starscream 一个变形过程啊。这款玩具的话呢，我已经买了非常久了啊，因为没有保养的很好，已经稍微有些地方都已经黄化了。那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 F-15 战斗机的一个形象啊，底盘来看的话呢，这个厚度其实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啊，其实并不算特别的笨重，但是这中间的地带啊是直接是一整个空洞啊，你看可以这样伸过去啊，这个，不免还是，反正从底盘来看呢，它是露线是比较多啊，露线比较多。底盘这样子看，那如果从上面来看的话，这个就很帅了，特别是前面这个飞机这个头量整个尖过来啊，这个非常优美的一台战斗机的一个形象啊，那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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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那上方的分隔线呢也不算多啊，那集中在这一带，那其他地方的话呢基本上保持的都还蛮完整的。那这里的话呢，我这里的话是有一个蛮大的一个水口在这里啊，不知道各位的状况是不是这样的。后方的这个尾部的一个收纳的话呢，我是习惯是摆成这个角度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一个角度。然后这个后面这两片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水平尾翼的部分呢很不错啊，非常的好，没有那种所谓会松垮的，这个松紧度目前来讲是非常之可以的啊，并没有一个会晃的一个样子。然后前方是一个驾驶舱的话呢也是透明的部件，里头的话是看上去是没有驾驶员啊，并没有驾驶员，黄牌的标志也是有的。缆车线的话呢就安插在这个地方啊，然后这个没有起落架啊，可能是这款玩具一个比较危机玩具没有起落架，没有起落架啊，这到底算不上缺点呢，这个我已经现在的标准已经说不清了啊。那这个当时的这个玩具的话呢它还是有一个的啊，这个地方是可以翻出来啊，前方是还有一个轮子啊，这个刚变形没到位啊，这样子是还有个轮子，然后前方这里就是没有这个起落架，然后后方是两个假的轮子在这边啊，那这个假轮子的话呢是好吧，连这个也没有了啊。那这个经典系列这里当然也是有个空洞啊，这个空洞是从以前就已经继承下来，所以说这个飞机底盘的空洞呢，其实我真的没有那么样一个在乎了，因为过去的，可是你要说它是经典模具放大改模好像又有点可恶，对不对？人家是自己抠鼻自己就没什么好说嘴嘛，这个资料库是人家的，对不对？那我们的话呢就在最后的话就是对比一下啊，这一款这个之前的这个围城系列这个外星载具啊，那两者的大小的话呢其实可以比较的出来啊，这个没有放放进去啊，这个长度的话呢是看起来有点畏缩啊，是不是？这个长度来讲的话，地球崛起地出这个系列是明显是长的很多，那这个玩具的高度的话呢其实没有说差到非常的多啊，整体来讲的话是地出的这个身高的优势啊，体型的优势是比较明显啊，感觉还差的是蛮还真的是大蛮多的。而如果说是这两款呢在人形下的话，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围城是比较好，那在载具的话就看你喜欢地球风还是外星风，但是以变形的流程来讲的话，它的变形是比较有新意啊。那可是呢它有一个毛病，就这个地方这个部件在把它给掰开的时候呢，中间的这两个结互相的这个凸凹的结合呢，我觉得是蛮危险的。那这个地方的掰开呢，这个模具的这个问题呢，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到了 Thundercracker 惊天雷啊，那一款的话呢好像有把这个地方给修正掉，就是掰开是比较好掰开了，不会像这一款这个 Starscream 的话呢是就是这几个西格小队里面，我觉得 Starscream 是变形的一个这个就是这个零件的公差的部分，我觉得它是里面应该是最差的一个，反而是后面的几款对会比较好一点点，好吧。那整体来说啊，就是这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玩具，以官方的 V 级来讲呢，我还是会给予它一个及格的分数啊，只能说它的对手是围城系列里头呢，我个人是给予很高评价的啊，这个对不对？我们都有历史，都有这个影片为证啊，当时我对这个玩具的评价是多么样的一个精彩，多么喜欢它了啊。那这两者相比较之下的话呢，难免它会居于一个劣势了啊。那说经典系列的一个放大改模啊，这个能不能接受就是看你个人了啊。
以我自己来说了啊，它依然是目前这几年呢，Hasbro 的这个 V 级玩具里头呢，它还是一款相当可以推荐的玩具啊，那就是价格的一个问题而已吧。那今天呢，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